同情你的遭遇，但佛堂有佛规，速速离去，不得干扰。虽然命运悲惨，但这是共业使然，莫怨天。还到一旁，闲事道气众多。佛堂的事中有太多的鬼魂急于显化，他们四处漂泊，执着怨恨，有的命不该亡，但共业使然，便欠家属催讨。欲知前世因生受者是，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。法会三天，人事道气振作，莫要问乱佛，否则感召冤欠灵坛，不好收拾啊。观摩隐身监班，护法坛道气重天。再问闲事人，来，好的，赶快。啊，那双三，地藏菩萨。闲事们平心静气。
魂，冰古佛劝啊，花花世界，非是你永恒的故乡。六亲眷属，乃是因缘果报所造之。舍身是幻梦一场。你的舍身都不是你的了，世间还有什么是你可以执着拥有的呢？放下吧。放下吧，握在情爱难舍，握在流连忘返。世间是个受报场，前世种何因，今世必定承受果报。你若凡心不死，必定要生生世世轮回无尽期呀。好好了悟吧，好好到地府接受审判，以消罪孽啊。忍耐忍耐，平息怨恨之心。错过了这一世的人生，错过了这一世的机缘，你们众多的亡魂，也许要等30年、60年、100年，甚至是200才有机会求到。古佛还是祝福你们早日投胎做人，早日逢道，早日得受名师一指点，早日超生了死，早日解脱四生六道轮回。在座贤士们，非常的福气，有机会坐在这儿聆听法语圣音。贤士们当知道，红尘非是你们久居之地，红尘一切乃幻化无常，六亲眷属名利恩爱，非能久长，借我所用非我所有啊，时间到了自然要还给天地，时间到了自然要还给因果，此乃天地的定律，谁也不能逃避，谁也不能抗拒呀。贤士们非常的福气，在这个时候得人生，逢大道，遇名师，有手有脚，能走能动，有善事可帮办，有功德可累积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。贤士们千千万万不可错过，错过了这一世，也许要像这些亡魂一样，要再等30年、60年、100年，甚至是200年，才有机会求道。
贤士们，施比受更有福，发挥爱心帮助他人，收获最大还是自己。贤士们愿意帮助这些可怜的亡魂们减轻痛苦吗？亡魂们现在正受着魂飞魄散、饱受惊吓之苦，现在正受着被海水吞没、被鱼撕裂咬的苦，现在正受着留恋世间舍不得苦，现在正受着执着我相、放不下苦。贤士们之前的功德回向，亡魂们已经感应，也感谢大家的帮忙，但此次的灾难是个大浩劫，亡魂的魂魄不容易得到安息，需要贤士们发挥更大的爱心与持续不断的功德回向，才能够让亡魂得到安息。而贤士们的一人一善、一人一愿，必定能善气冲天，感动上天，感动地府幽冥鬼魂。贤士愿意帮助他们吗？第一，在这一个月内度化500个人，做得到吗？不限一方道场，南北十方道场见道成道。之前贤士们所做尚不够，衡量大家现实状况，从2000到1500，最后决定500个人，贤士们做得到吗？一人度化一人，把亡魂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般，有心有愿必能得到仙佛护法。第二，财师大舍小舍不间断，贤士做得到吗？各道场随因缘各立目标数字即可。第三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颗爱心无畏施，功德回向亦可。公共佛堂、家庭佛堂，早晚1000叩首，弥勒真经回向。第五，今年度大小班程功德全数回向。最后再次叮咛贤士们，珍惜人生难得，珍惜大道难逢，珍惜名师难遇，珍惜有盛世可帮办，珍惜有功德可累积。以上五点，贤士们好好表现吧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地府日理万机，古佛悉众亡魂引持地座，反幽冥。